很多人牛肉买回来不是红烧就是清炖，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八块钱一斤的牛肉加一勺料酒，一勺生抽，一大勺烤肉料，一勺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备孕。平底锅刷油，小火慢煎，煎至金黄熟透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喜欢的赶紧试试吧。